开启小铃铛，我是铁人一号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大家好，我是铁人一号，我喜欢打火锅。对啊，我买了。对啊，算剩两包阿尾包，剩下还有很多包。我都开完，没录，这次我现在就开始录。啊，录节，我是节啊，还有什么？我开喽，这样就总共有4万名，就都要玩3万4，34万变成38，好。然后冰汉莫西街两包嘛，不是找挖这个。Hello， 刚刚铁人一号 ，Iron Man One， 是否可以开出吸血鬼一只？对，对，希望我可以开到吗？开，转这里没有吸血鬼，转那里没有吸血鬼才会开心，然后这样会开也是。我在开第二包，然后是否可以撞到吸血鬼？有吸血鬼，闪红，哇，有吸血鬼竟然，哇，一蓝，对，哈哈，然后是聚合声看看，然后会看到吸血鬼，来哦，你要冲哦，然后会得到一只吸血鬼。我们爱明光是我的，还有吸血鬼，嗨，吸血鬼，我也没有吸血鬼，他没有吸血鬼又干不成了，对吧？然后又喝到三蓝，蓝，然后我又闪，对啊，我这样拼再拼两次嘞，不然我等一下就局输了，对啊，直接，因为我稍微买一点点的，我再开，然后连续开啊，对啊，然后等一下是不能开三单，放点耶，就没有没开，对啊，然后点一号的运气啊，是否可以开心，对不对？蓝色卡片，打开。好啊，去掉对不对？少一张，对吧？别聊，富博看三单半年半，哈哈，先关注，先关注啊！对啊，这是我的精华、啊，我等一下会放，我等一下会做出。嗯，好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就是。150包的概念，对啊，一包20000冥币，我买两包4万，4万冥币。好，就说到这里啊，其他的我就直接直播了。抽摊。